应该不会打到你。可以的，谢谢。
到吗？等一下，马上就好。好，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演出，因为我知道今天其实真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糟糕，所以我刚才跟我们乐团朋友讲，我们萨克斯风手跟我说，今天如果来的话，应该就真的是真爱。好，那真的很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演出，然后我们今天演出的这个编制以及我们演出的音乐，基本上就是它可以有很多种名称，但是比较常见的说法通常会说是 straight hand jazz。straight hand jazz， 台湾我觉得可以翻成，比如像说是主流的认知的这个爵士乐的乐体。那我们今天演出的曲目的话，大部分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叫做标准曲 jazz standard 为主。那所谓的 jazz standard 的话，就是说其实就是也有人叫它做 Great American Songbook， 意思就是说在美国就是爵士乐或者是有这种通俗音乐、大众音乐开展以来，从20世纪初到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比如说音乐剧的音乐、有电影的音乐、有电视的音乐，那就是爵士乐手会把这些一些很具有经典的，他们觉得很适合被爵士乐拿来借用的这样的音乐融入于他们的repertoire， 就是歌本里面。那比如说最为人所周知的就是有两位我觉得是非常有名，一个是 George Gershwin， 就台湾翻成盖希文。那他的作品的话，比如说像蓝色狂想曲，那很多像古典乐人也演奏他，很多像音乐剧的人也有演奏他的作品，那很多像爵士乐圈的人也有演奏他的作品。那像他的这样的人的音乐就会被很多爵士乐手拿来作为演出的一个曲目之一。好，那刚刚我们演奏的这首歌叫做 Who Would Be So Nice to Come Home To， 是一个非常为人所周知的作品。那我们接下来要演出其实也是都像是这样的一种标准的曲目，这样子就 standard， 我们叫 jazz standard。 那我们下一首要演奏的歌叫做 Have You Met Miss Jones， 谢谢。
歌曲也是一样，是爵士乐标准曲，它的名字叫做 It Could Happen to You。然后下一首我们要演奏的话是跟刚刚这一首有点节奏上不太一样，因为刚这一首是比较快一点的，比较会让人家感觉到比较兴奋一点的。那接下来这首是完全放慢的歌曲，叫做 Star Girls on Alabama。谢谢。
谢谢。那我们对，刚刚我们演奏的这首歌《Stars Fell on Alabama》是可以说是就是爵士乐，因为爵士乐萨克斯风有几种比较主要，一种是 alto， 就是现在我们出生于哪这一种，还有一种比较大字叫 tenor。那 alto 的话有一个非常传奇、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萨克斯风手叫做 Cannonball Adderley。那他其中一张专辑里面他演奏的《Stars Fell on Alabama》。这个版本是非常非常具有经典代表性，所以各位喜欢这样的慢歌的话，也可以去看看他的作品。好的，那接下来我要演奏的是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那之后我会进行中场的休息。那我们接下来要演奏的这首歌叫做《All the Things You Are》，是可以说是美国音乐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音乐剧的作曲家叫 Jerome Kern 的作品。好，非常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
谢谢大家，现在我们中场休息15分钟，那稍待片刻我们还要再回来。那如果各位对我自己的音乐有兴趣的话，我今天有带我今天的我的 CD 来贩售，那在柜台那边，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参考一下，谢谢。